点在于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生命当中一定会有高山低谷，这是很正常，就是人。但是常常帮助我们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焦点转向耶稣，是耶稣亲自的呼召跟带领，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跟负担，在这个地方，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职场，所以我就忠心在我的职场上面。我常常在一个人开车，像我今天早上一个人开车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的罗藤树。我常常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跟上帝祷告。我在忙碌的施工当中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罗藤树让我休息，让我能够跟神亲近，让我能够紧紧依靠神，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，而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你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安息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使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，不是看见或者是跟别人比较，乃是看见上帝自留呼召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，谢谢你也常常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，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